好啦，要蚵仔无？拢有啊吼。什么时候在乌日？星期日，星期日在乌日早上几点？早上五点就在那边了。叫这现捞的不拉鱼呢？有人要来啊？现捞的不拉鱼，回去吼吃不完，天天爽，搁吃吼，加大吼，菜多少是刚在春晚就在，免搁洗啊。羊尾两公一斤，我三杯。有你的蚵仔，我留了，兴奋。哦，两盒200块钱。啊，你给我供完打包嘛。再去收两盒。啊，飞机完几包嘛？新煮酒办结婚嘛？啊，这个老板会煮。啊，过来，我不那鱼很老的无，只很老的，一种哦，只有破盖子。你好买一种大号的吼，盖子再见。这真的只有一箱而已，你吃过拢会搁转来托付买去。你将你转去，你甲煮坏着嘛？煮坏你就知影有偌甜啊！是叫人烫哦。哎，个人爱无？小家庭买一口100块够人爱。有啊，真的只有一箱而已。哦，还要一口？啊，个人要一口的吧？几号？无啊吼。你今天看葱油饼？葱油饼无。哦。你还要我要杀白鱼来搞空？我这一箱鸟卖袂着啊！这箱叫多利鱼啊，餐厅铁板烧利用的，意式料店人去做鱼料的，哦，利用用鱼料做一个套餐的，一包吼一公斤吼，一包卖100块。一包180，两包360，现在只能包200块，哦，人还200块。啊，人要食多利鱼的，完全无饲哦。铁板烧吼，一碟做3份，一份吼套餐卖200块。我问一下谁来，这一包只有3碟，买2包200块够人来。回去你搞用钱，用炊，用这呢，做糖醋，做红烧，拢会使。200块，这边来伊一个，再找你哦。来个人来无200块，两200块，无人来200块。最好是细胞哦。饼王，你拿了。好。来，就细胞，然后买一包的无？100块，100块买一包回去，你搞煎煎的，用煎的做糖醋做红烧，无人来。火锅店底啊，我喊你食鲜鱼排，多啊，无人来。100块的，一包的有无？来只，这边2包了，来只2包。谢谢。买了一包，就最后一包，搁上来100块，100的功夫，无人买最后一包100块呢，100块就100的。安尼讲一个啥物啊？花枝丸留一包兴奋。花枝丸无啊啦。无啊。安尼讲完。兴奋花枝丸没有了哦，我等下帮你留贡丸跟珍珠石斑哦。哇，像大号了。拢免走，拢免走啊！钱无开哦，打进钱拢袂使走。啊，无鱿鱼花食鱿鱼圈啦，鱿鱼圈等于川汤鱼啊、沙米鱼、蒜蓉豆油同款意思。到人要食鱿鱼圈呢，一包一公斤，超市一包才卖200，一包200块，水的，一包200，2包400，300块了。这两包做着200块，200块，有人爱无200块？但是你搞差3杯就好啦。你餐厅吼外口拢有种类菜。个人爱无200块，袂点袂论啦。过来这边来。啊，个人爱无200块，来200个有无？来啊！来拿点钱啦。星期五组成啊，星期五的货，星期五才知道。上来，来，我搁问一下，上来200块，200块，个人要来无？来，
边嘛是。来200，谢谢。刚才200，还够人买无？200块，250个钱。不大。来啊，这边还一个几人哦，200。最后一个200块，想买？200块，200块。我只买一包100的，敢有？来吃。好，谢谢。来100块。哎呦，老师白带鱼的吗？给多少鱼？给多少？当时也无，还给多少啦？袂大鱼吼，较无多空，这种较无多空。大地二迄路，甲内埔共款，二迄路愈大，愈大地愈好食，愈大只愈好食。我问第啥物食，有人要食袂大鱼，过300条。来，贵个哦，这只爱收盐啦。我小姐300块超市，你去遐看三地，真讲包装袂偌济贵，你遐五超过，一人买6地开500，卖500卖400，300块了。这6地7地，我就一个8地300块，7地我上一个人给了300块，我6地呢，300块头上一个。来二，来四来，我搁一个6片，来这一个，8片还是9片来，300块，地出30几块。六，来八，还是9片来。剥皮鱼油，神诱人油。八还是9片来，300块的。爱收盐哦嘿。来多的鱼没，还过来要白带鱼的不？多的鱼好像才一箱而已，没了。6、8，来九，来再过两，再过两个，再过一个，来大姐找你要很好。6、8，来九，来，2、6、8。6、8、9，还有人要吗？300块都不好。来，挂了我买200，不好。来，国爸。要200来，两个啊，最好是5个来。好，有人还有，我们就接过来。2片200块啦，2、4啦，6片200块，过来要200块的无？来边个一个，来2地啦，4地来，搁6片200块搁上来啦，2、8个有无？来往后交去，来外面来送我拿一下好不好？来2、4，6来200块，来过来要200块的无？谢谢，搁2、8个有无？来边个一个。来回去找。来，
海过来个石木鱼的无？海过来咩的无？海边的。海过些个石木鱼的，海边的个是。海过200块有人来无？扫把鱼，你也袂客了吼，再来。500块，皮套要一包，千分贝皮套一包。阿哥，阿哥鲑鱼无？一份500，阿边阿边，鲑鱼一份500块，有人来无？还有什么鲑鱼的有无？懂无？所以兴奋那个五千猪板鱼豆，共完三包 OK。来，够了哈。小白仓。来，这包包够黄鱼的，黄鱼的。你讲我鱼哦，我问姐姐。白烧虾买这300块啊！你看我鱼什么食的啊？我问一下，这河呢咸水的，这河我来讲，野生的，野生的食安尼钓较大细尾。我少一个，这河一尾大家上到我开800、500、400、500，我少一个。500块。留一份给我。大只的，细只的，这五只的，这六只500块。哎呀，反正来两尾来，四尾来，这六只500块来好啦。加一个。好。来，我鱼过过来。来，我鱼来。走。来，我来。等一下。开车的。哦，赶到了是吧？哎呀，开车了。哎。现在这么多人每天在出国，台湾人很可怜，都没钱一直出国。所以变塞的啊。小白仓还有吧？小白仓。小白仓有啊。有。小白仓有。小白仓嘞？小白仓咧中华吧？小白仓敢是喊你做熟的？迄个小白仓敢喊你做熟的？系啊。就是你十几亿哦。来，给我摆什么来？来，头前头前要前方。啊，你不吃了？来蒸花鱼。哎，我过来，我先来五百。这边来。你想拜财哦？不要上去几天吗？然后啊，那。来个什么来？来着。是袂哦。来个人来无？来你嘛袂啊？无哈。嗯。到下去啊。来。来个500到人来，留一份给我。哎，你今日要办桌了？无啦，要煮，要台湾温母的食的啦。哦，你讲你要办桌，还要叫呢？要台湾温母的食的。你办桌无搞事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位弄了以后。好啊。好。我卡拉鸡卖完了。珍珠石斑，还有珍珠石斑吗？后面林波兰。
新芬妹了，新芬妹了几分哦？哈，十班哟。哎，珍珠十班也妹了几分？好，来，珍珠十班来，珍珠十班来，这不是海国贵鱼哦，这石斑鱼。好来，这一尾吼，我开钱要开二啊、五二啊，这两尾开了，这开600，300块的。300块。哎，两尾来300块，珍珠十班鱼然后来。买300块，来个300箱来来。我。来头前个一个。好啦。来。来三百来。看一下啦。是吧？有啊，够有啊。再一份。再一份。买这边来。信封你爱老哦，不够啦，应该加到五够不够啊？哇，信封你的珍珠石斑不够哦。我在房里啊。后边无啊，就对啊。来，这边，这边啊。来，信封珍珠石斑不够哦，留袂着哦，吼。来，我爸。哎，1000个哦，1000个哦。我爸。我爸像哎。鲑鱼啊，哦，鲑鱼啊，可以吗？啊，扣十八几块，大家保证啊！快吃快吃吃吃吃，这两家国八，贵价了，八千，两家国八四二八，对不啦？1000。那还有什么鱼？金鲳。OK OK。七星鲈。这什么？黄鱼，黄鱼，七星鲈，黄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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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便宜哦，来黄鱼卖来卖便宜来。来黄鱼来一尾吼，新出啦。还吃黄鱼来一尾啊，一斤怎啊千二啊块啊？三起先冒了一包石目鱼肚到后面。四只拢我平500块，先要吃黄鱼。石目鱼肚呀，黄鱼。哦，那石目鱼肚我帮你留了，我惊无去，紧帮你留。红条没有 Jeff。来，谢谢。还够两包黄鱼不 ？OK， 结婚哈 ，OK 好。来，都先买了，这2000的。够两个黄鱼无？黄鱼的无人个呀吼！来，要食鳝鱼来。鳝鱼好啦，小姐。哎，蛋蛋蛋蛋蛋。我爸。哎，这个也无啊，你来。又有人那份鲑鱼。那边有两份呢，现切的有两份呢。哎，啊，帅鱼好啊！来，快问，都黄鱼啊，黄鱼。黄金仓的来，黄金仓过来。500。好，来这5只都我提我放。还有很多。来，我爸来。来，这些都黄金仓的。500。好，几分就好哟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有一千万的，黄金仓的，都花4条呢。都那么黄金仓的，我爸来掏钱来。来，都那么黄金仓的不？来。我帮你处理哈，我帮你处理。保利，然后拿过来黄金餐包，有800块一包。先切鲑鱼，然后九分跳下去。黄金餐搁上来。出价我无啊，黄金餐啊。现在我问一下，出价有人要买三位无？300块。来三位来掏钱来。300块。好，来。我吃
对对对。来个先来来。春江家人八福，长条龙，春江家人八来，再来。来，先吼，先切鲑鱼留一份去后边。好，又陈又仁帮你留了哈，鲑鱼帮你留了。我今仔好难，难的就进去啊！可以哦，等一下要切来，不然你可以我们冷冻切好的。喂，落一个人来无？收这我要买四只三百块。可以啊。来落一个人来不来？来落一个上来四条300块。我把收这买三百，四只三百个人来不来？对啊。我啊无啊，我一手袂啊，来过吗？没有。来，都想给我对来。对啊，不要就不要，不要就可以来。来，想来来，来接来。太大了。小心哦，嘿，来，各县来，到位了哈，如意。我一个八百。好。金鱼肚吼，纯粹啊是包给人买。哦，来接了。啊，坐大车啊，好。好，大车啊，搁一条鱼来，来。这回计纯粹要三分哦，一份500分，一份500块，大只啊。来啊，飞机吃好啊，哈。黑鳞1000块大条的，来，这个有人买黑鳞哦。家人，家人后面还有吗？啊，还有一箱，来给我来，最后5包了。来，1000块大颗的，5斤重。